上次在 gym room， 你也是这么热情的蹲下来帮我开跑步机。看来你们这种做服务性行业的人，都很能放低姿态来迎合男人呢。啊，不是，是客人。是不是我有什么服务不周到的地方得罪您了？还蛮漂亮的嘛，对吧？那您慢慢选吧，我要去吃饭。所以你要拒绝为我服务了？我只是觉得可能我的工作能力有限，服务不好您。我找我的其他同事。我只是占用了你一点时间跟业绩而已，你就这么不高兴了？那你应该很可以体会得到，自己的男人被别人占着是什么滋味吧？就这条吧，送给我老公的。买单。这个戒指是梁真贤七年前送给我的。虽然我们没有公证结婚，但是香港的亲朋好友们都知道我们是夫妻身份。他一直都强调自己是不婚主义，但是我知道，在他心里面都是把我当妻子看待的。这么多年来，我已经没有在工作了，都是他每个月给我生活费养着我的。我等了这么多年都没有等到正式梁太太的身份，我怎么可能眼睁睁地看着你把她抢走？所以如果你想保住你的工作，保留一点尊严的话，自己退出吧。你是怕我有什么过激行为是不是啊？所以不愿意在咖啡厅见我，把我叫到你的房间聊，是怕我披头散发的跟你撒泼是吗？看来你已经知道了赵靖宇来找我了。他是不是你交往了七年的女朋友？你一直坚持说的单身，原来就是这么个单身啊！我是隐瞒了你一些事，隐瞒了这个人，这些错都在我。是我没有告诉你他的存在。可是他的出现就让我觉得自己像个第三者。你不要这么说自己好吗？是我这么说自己的吗？是你把我弄得这么的不堪。曼妮，先别生气。从我见到你的第一天，我就很确定我爱的是你。我愿意为你离开赵靖宇。但是你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去处理呀？毕竟他跟我七年时间，还有很多生意上的事情需要分割。所以这就是不婚的好处，对不对啊？只要以爱的名义，你们就可以轻易的选择离开，没有任何的负担。
我知道你一直没有安全感，这都是我的错。给我点时间，我真的会处理好。我马上回香港，等我处理好赵景宇，就搬过来上海和你定居，让你这里有个家。我从来没有为一个女人做过那么多。喂，你好。好。好。谢谢。老公。什么情况？他们投了。投了，太好了！投了，投了，投了，投了！他们终于投了。怎么说？还是按我说的比例。那咱们怎么庆祝啊，老婆？你想怎么庆祝啊？能不能吃顿晚饭呀？嗯，我来做。真的？我来做。哎呦，感谢老天爷呀！多点人给我老婆投资吧，这样子我天天就有晚饭吃了。哎呦，这怎么还这么多东西没掏出来呢？我们家幻山就这样，永远都不知道掏兜。佳佳，哎，这衣服不少，我去拿个兜子装吧。好。什么冰淇淋店啊，排这么长的队啊，也不知道好不好吃。太甜了，不会喜欢的。你吃过啊？吃过，北京游乐园的人给我买的，说是让我体验一下年轻人的喜好。排那么长队给你买啊？我也不知道要排那么长的队，我随便吃两口就扔了。你看，还真在这儿。好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哎，老婆，我让悠悠去采购给客户的答谢礼了，这点小事儿，就别给你增添负担了。嗯，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。我刚刚在整理你报销票据的时候，发现你藏了个小英雄。这你在哪儿找到的？是我买的吗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这第一次啊去乐园跑业务的时候，我给儿子买了好多玩具，落我包里了。我估计我顺手就扔到抽屉里了。没什么，就是儿子的好朋友安安特别喜欢这个巴斯光年，要不然咱们送给安安吧。行，反正是给儿子买的玩具，他决定。谢谢老公。那个下班顺路，同事送我回来的。顺吗？我绕了7公里送他回来的。我先上去了，给你留门。
你干嘛心虚啊？对啊，我心虚什么呀？你干嘛呀？你四个轮的坐腻了，想换两个轮的是吧？ 孩子多大呀？成年了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庄小琴，你是不是太过了？你怕你爸你妈受不了，你让我帮你瞒着，我就不注意点影响吗？这是我单位家属楼，你能不能给我留点面子？他就是我一个同事。同事，同事成天接你送你，骗谁呢？满哥都看见两次了，你以为那摩托车好坐吗？啊，你不读书不看报，你不看看新闻啊？ 这一年摩托上死多少人，你不知道吗？你别太放飞自我了，我告诉你。你说谁放飞自我了？我死活都跟你没关系，我马上搬出去，你就安心吧你。那最好，我还怕你在这儿住惯了，赖这儿不走了。我下半辈子赖着谁，我都不会赖着你。以后这个头盔。 只有你一个人能带，再说的臭，就是你自己头臭。哎妈呀，好高啊！没事。我第一次坐热气球。没事，热气球特别稳，睁开眼睛看看下面。真的？真的。 简单的抚摸，怎么样？这份温柔不放在心里守候，最亲爱的美好，见到你一秒，一颗心为你扑通扑通的狂跳。你让我忘记，记住你的微笑，每一天只想在你身边围绕，最浪漫的美好，和你一起变老。 好美呀！你愿意吗？ 钟小姐，我喜欢你。不行。为什么？你不能喜欢我。这叫理由吗？我比你大6岁，我们是同事，我还离婚。所以呢？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，跟这些东西没有关系。那按你说的。 只要比我小6岁，没离过婚，不再咱们公司，我找谁都行呗。你别跟我开玩笑，我开不起玩笑的。我没开玩笑。我之前交过5个女朋友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认真过。这么多啊？拜托，钟小琴，我的重点不在这儿。就是很多啊。不多吗？那你交过几个男朋友？ 暗恋不算的话，只有我前夫。你还没有我多呀。离婚怎么了？你之前的6年就当做白活了。